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大家好，这里是 FM 11.08，欢迎收听王源的私房晚安故事电台，我是一直陪伴你们的主持人王源。每天晚上想听我讲故事，只要转动这个神秘转盘，我就会读你想听的那一页给你。很多听众问我在哪儿，抬头看看咯。今晚9点，我们阅读小星球见。